在英文中不发音的七种情况你知道吗？比如 No 这里不读 Coal 这里的 K 是不发音的， Lamb 不读 Lamb 这里的 B 也是不发音的，那怎么区分呢？今天一个视频给你总结好啦，先点赞收藏，不然滑走就找不到了。第一种 WH 放在 O 的前面， W不发音 ，who, whose。第二种 ，wr 开头 ，w 不发音 ，right, rap。第三种 ，kn 开头 ，k 不发音 ，knife, no。第四种 ，mn 结尾 ，n 不发音 ，autumn, column。第五种 MB 结尾 B 不发音 Comb Lamb。 第六种 BT 结尾 B 不发音 Debt Doubt。 最后一种 STLE 结尾 T 不发音 Whistle Castle。 你学会了吗？英语学习不迷路，关注 Tina 要迅速。